日前，美国 VH1 频道播出一段视频，拍摄于1月21日南佛罗里达湾流公园的总统套间，一位身着孔雀羽式白色长裙的女人克鲁克斯，因一些过节，一进门就朝星球太太的明星詹妮弗·威廉斯大骂脏话。詹妮弗当时极愤，但没理他。这时，克鲁克斯又吼出一句：“你想要我扇你耳光吗？”被激怒的詹妮弗回应道：“你倒是敢啊！”坐在一旁的好友塔尼开始觉得不妙，想缓和气氛，但不奏效。随即，克鲁克斯便从身后重重地将詹妮弗抽打在地。之后，詹妮弗和克鲁克斯扭打在一起。塔尼急忙从隔壁房间叫来人，好不容易将他们分开，但他们依旧在相互厮骂。据悉，詹妮弗颈部受伤，詹妮弗已将克鲁克斯告上法庭。